这一次十月训练班开的班别是我们的一个医疗器材结合体系的一个设计，希望扣入更多的一个创造力和我们的发展，创造是属于一个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个辅具，那更符合我们自己生长者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的课程内容很多，有我们的创意发想，只有我们的一个绘图，还有我们的一个乐高的一个拼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创作，那大家一起努力来把我们的生长的努力做得更好，那创造出我们以后我们未来自己可以使用到的一个辅具。创业是为了解决别人的不便利，然后将这个产业结合自己的兴趣结合在一起。创业需要不断地找到自己的热情与梦想，然后积极地去行动，不放弃，然后就这样一路走过来，让我学到了就是要积极，不管别人给你什么的打击，你都要勇敢再次站起来。所以你在提出专利的时候啊，你也要先搞清楚你要用什么样的形态的专利来保护你的设计思想。创业可能到最后跟你想象中的都不一样，但是唯一可以支持坚持你下去的只有什么 ？OK， vision 就是你的愿景。那我们的开课日期的话是2019年9月19号到1月20号，那名额限制不多，那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哦。